好了，我现在解释一下，圣灵充满需要保持，对我们的生命和侍奉、传福音、建立灵命非常有帮助。现在我简单的解释一下有什么帮助。这个啊、其实在十六，你们今天有经历圣灵的，有没有觉得真的特别的亲近？是不是？很接近，会不会给你动力去改变呢、啊？给你动力也有能力，是不是？祷告马上就有平安、轻松、喜乐，是不是？很大的鼓励，所以就帮助灵命。当我经历圣灵之后，我就啊，帮助为我的教友祷告，他们就经历圣灵，他们去宣教，他们看到圣灵的能力，他们就说：“哇，原来可以有这么大的能力。”他们有些人就愿意侍奉神，这个是非常美好的礼物。就是能够建立人的灵命，也能够传福音的时候使用。传福音的时候怎样使用呢？就是啊，在你们啊这里有的，但你去啊慢慢去看啊这个，这个十五就是建立圣灵布道法，十五就是。现在你不用看，你就听我就可以了。首先，与人沟通、聆听、关心福音，他的感觉、他的需要。他不开心，你就说啊，我听到你觉得你不开心，我就感受他的不开心，回应他，然后之后我们就可以分享，我也曾经有不开心，然后耶稣就帮助我，现在医好我了，或者是某人他有烦恼，然后耶稣就医好他了，那你想不想经历一下神对你的帮助？然后他愿意的时候，你就为他按手祷告。你说圣经说按手祷告，你就说你放松自己，投入，放松，投入，你可以经历越来越多的。然后祷告完，在祷告的时候不要讲很负责的话，就去讲耶稣很爱我们的，感谢天父，天父陪伴我们的。耶稣知道我们的困难痛苦的，耶稣必定帮助我们的，耶稣就在这里的，很简单的关系的祷告，关系的祷告就是讲到神这么喜悦我们，神这么祝福我们，神就在这里，我们亲近神，神就很喜悦。然后你为他按手的时候，你留意他有没有什么经历，有些人会摇动的，你知道他有经历。有些人你按手的时候，你会感受能力的，好像一种能力在他身上，就是他开放就会留意到。但有没有感受到，你都可以问他的。请问你在祷告，请你人员闭上眼你的眼睛，为什么闭上眼睛？因为张开眼睛就分析了。请问你在祷告中有没有什么经历或者是感受？为什么说经历呢？因为有些人说，你是不是用感受、感觉传福音呢？但我们说，圣经有说经历圣灵，例如这个瞎子医好了，他就传福音；这个鬼附的邪灵赶出来了，后来他就去周围宣扬神的作为，这些都是生命改变，然后他们就经历圣灵就改变了。所以我们问他有没有什么经历，圣经说很多关于经历，然后但很多经历是感受，有些人不明白经历，所以说感受。如果他不明白，你会说，可以说啊，你有没有觉得平安啊、轻松啊、身体舒服啊、里面有能力啊、轻飘飘啊？如果他说有，你就说这是神的工作，是神来到你身上，也告诉他这个经文，神将平安给我们，神将这个圣经已经说了，他除去我们的拿走我们的重担烦恼，他将爱放在我们里面，神将祝福你。你想不想耶稣以后祝福你啊？他愿意就向他解释救恩，这个就是经历圣灵布道法，也可以帮助人的灵命更新。但这个方法必定是你多祷告，有圣灵的能力，必定用更多时间。其实在圣灵里面的祷告是很舒服的，是享受的，
你一边祷告一边享受一边很开心，你就越来越有圣灵的能力，你的侍奉越有能力。这样的话你就看到祷告不难，我们有能力不难，是不是？所以我希望你们都渴慕使用这个方法。有没有什么提问的？有没有不明白的或者是不接受的？我现在示范一下，我们一起站在一起，尽量站在一起，没有椅子分开，站在一起，然后我带你们祷告，你会感受更容易经历圣灵的。你们都站过来哈，站过来，出来，每个都出来哈。啊，哈利路亚，哦，每个站出来，投入的爱主，耶稣，哈利路亚，站，不是圈子，而是啊，每个这个都可以站出来，每个站出来，就是一群人站在一起，然后你感受在我们祷告时的经历哈，尽量站近一点，后面的出来哈，出来。啊，哈利路亚，一起呼叫神，耶稣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赞美耶稣，赞美耶稣，哈利路亚，耶稣啊，我们需要你，耶稣，我们需要你，你很想充满我们，你的恩典够我们用，你很想充满我们，你与我们同在，耶稣，我需要你，我需要你，耶稣，我需要你，哈利路亚，你可以呼叫，哈利路亚，呼叫出来，哈利路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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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啊，放松整个身体，所有重担放下来。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感谢天父，赞美天父，赞美天父，赞美天父，感谢天父，哈利路亚，哦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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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更投入，感谢天父，感谢天父，哈利路亚，感谢天父，哈利路亚，哈哈哈哈哈哈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那继续闭上眼睛，你留意，我现在没有按手，但你有没有感受能力的？有感受能力的请举手。有谁感受能力的？感受力量在你身上，平安在你身上，这是神的同在带的。你在你的教会就可以一群人这样祷告，然后也可以按手。耶稣，耶稣，帮助我们投入。现在我按手哈。耶稣，帮助我们更多的祷告。哦，耶稣，帮助我们更多的整个心灵涌向神。啊。哦呀啦啦噜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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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感谢天父，感谢天父，哈利路亚，哈哈哈哈哈哈，哈利路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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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感谢天父，感谢天父，
好了，你们现在两个两个互相一个按手，另外一个接受，你看看跟起初按手的手的分别哈。你看现在就随便跟一个人啊，男的跟男的，你按手，你看看，不是脱手，不是脱手，按着箭头哈，按着箭头，哈利路亚，尽量接近，尽量接近这里，啊。哈利路亚，你的手不要很重，你的手很轻的，很轻很轻的。感谢天父，感谢天父，赞美天父，感谢天父，赞美天父，哈利路亚，耶稣爱我们。耶稣爱我们，耶稣爱我们，我爱耶稣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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。你们留意有谁？好的，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。好了，现在转过来，会被祷告的，被祷告的为另外一个祷告，你为他祷告；被祷告的现在为对方祷告。一个人祷告，另外一个放手，放下手，放下手。你的手放下来。啊，不需要，面对面。哈利路亚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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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赞美耶稣，哈利路亚，赞美，祷告。祷告简单一些，赞美主耶稣，耶稣就在这里啊！我感谢神啊！我感谢神，神就在这里，我感谢神，欢迎耶稣，欢迎耶稣，我需要耶稣，我需要耶稣，感激耶稣，感谢耶稣，哈利路亚！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，阿门。好了，现在可以停止了。有多少人你有经历的，请你举手；有感受平安、轻松、舒服的，请你举手哈。好的，好的，放下手。第二个问题，你觉得这次祷告跟我们早一些敬拜之后的祷告，觉得强一些的，请你举手。你觉得这次祷告强一些的，意思就是说，一群人站在一起。同时爱慕神长的时间的话，神的同在更强烈，所以你在教会中可以这样做，你的群体更重，这样的话你就有能力，有人带人进来，你们就为他祷告，但用柔和的方法关心他，怜悯他，不要前世，如果他说没有经历，说不要紧，不要说你没有信心，不要控告，就是说啊，我不要紧，你真心祷告，神必定祝福你，你就会祝福你的侍奉，圣灵充满会提升你的侍奉，也提升你的敬拜，提升你的带领敬拜或者去分享信息啊、讲道啊，都会提升的，每一方面都提升。好了，现在我们休息。
顾到你的本领。小一点的。烤橘。烤橘祝福你。您不去，今天几点钟停止？六点钟吃饭。啊？六点停止是不是？六点钟吃饭。好的。5点半吧，5点半，让回点时间去休息。你说几点？吃完饭就可以走吗？我会离开的，我不会在这里吃饭的。哦，那你5点半吃了5点半。啊？你不吃了5点半。我不吃饭。不吃饭5点半。5点半，你们几点吃饭？6点。6点，那我们6点停止。可以，6点停止。好好好。还有一个半小时。我问一下，啊，你吃完饭再走吗？不是，啊，不是，不吃饭，不吃饭。你知道我多大岁数？你多大？你多大？我不知道啊。你有多大？你多大？你告诉我了。告诉就说啊，我不在，我不知道，我就是问你。6点是不是？啊。6点完结是不是？我的太太6点来到。啊。你们吃完饭再走也可以吗？不会。我的太太跟我一起吃饭，哈哈，好的。你看是吧？多交通呀，多交通，你看牧师多开心啊，活得多自由啊。钱弄丢了，钱又丢了，钱呢？没有一只鞋了。楼上没有啊？在这里，我们经常接触，还有一只鞋呢。带他去，有的鞋啊。交的钱在哪里？在哪里交的？在哪里交的？那钱也在你这里吗？我要找一下，肯定跟鞋子不掉了，这边不是了，不是反的吗？鞋子没掉了，鞋子吧？反在楼上掉的还多。那肯定在楼上，那肯定在楼上。你好啊，祝福你。牧师，你好。哈哈，我就说，我跟他就说，我想问一个问题，我就说，唱诗歌的时候，也就是说，圣灵感到有，感到人很容易进入里面去。进入什么？唱诗歌，赞美诗歌，唱有感情投入的时候，也感到圣灵了，在身上也感到有力量的。是的，有这种感觉。是的，敬拜是会的。是啊。是投入爱慕神就会，投入爱慕神就会。对，我唱诗歌的时候就感到也很容易就是。感谢主，这个是好，很好，这个就是我所说的。你刚才说的就是说是那个，我感到唱诗歌也很容易投入。是的，
这个好了，马上就投入了进去里面，就很兴奋，有可能这个非常好，这个是正常的，这个是正常的，正常的，正常的。